你好，你好，迟到一小会儿，很不好意思啊。第一次见面就迟到。你说的去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你说的咖啡厅啊，我弄错了，我以为你说去星巴克呢，我都在那等了你20多分钟了呢。我说咖啡厅就在我们公司楼下。啊？行吧，我的问题。喏。谢谢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咱这头一次见面不应该约在饭店什么的地方吗？干嘛约咖啡厅呢？因为上次在地铁站太匆忙了嘛，这次我想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，我们俩再重新认识一下。你好，我叫洋洋。三哈三哈，这么正式干嘛呢？上次在地铁上，我不是故意靠在你的肩膀上的，是因为我前天加班通宵太累了。好吧，我还以为你是故意的呢，那是我自作多情了吧？好油腻。没有，真的，哎，我挺伤心的。嗯。这。都到饭点了，咱也吃点东西啊。好呀，这次我请你吧，就当感谢你上次在地铁上叫醒我。嗯，行啊，走吧。啊。